打一个足球，你如果想又打一个话，如果想打，你应该做到。咩第二个距离？唔系第一个距离，第一个距离，第一个距离你有机会可以入。第二个距离，大家打紧嘅，打紧明明我想打你，你比我快。而家我成日要你哋學嘅呢個佢，如果考試好多時就係考試啊，大家考試注意一樣就係，大家由呢個開始之後，呢個menu大家唔考喎，大家喺度企緊嘅時間，呢個menu人哋喐嘅時間係咪應該你打第三menu，即係話你打主動嘅 ？Scaling，Scaling，Master，menu，你自己覺得邊樣係最重要嘅？即係都喺度。如果我想打 Scaring Man， 即係話，如果我想打第一個 Man， 咁我要打嘅時候，你係咪容易捉我喐嗰一點啊？因為你捉唔到。你而家打咗，你而家準備好嘅，你自己玩嘅。你話啊，自己定唔自己？仲快啊！你睇到佢喐嘅就係。你覺得有位啦，你就直接就放曬出膽咧。真係突然間冇得打，冇得打，一定先。唔係唔好啦，你一定打咩？你唔好理佢做咩，你總之你打咩，你一定做到一個。我打咩？你打對方咩？佢打咩？總之佢係打咩之前，你一定要快過佢。點解我要講難動就喺邊度咧？難動就係對方打嘅時間，當佢個步佢喐呢個時間，當佢喐。哦。放膽啲打我，我咪好打下下仔。得唔得？嗰個時間我係快過佢，等佢喐嘅時間，佢喐嘅時間係明顯錯嘅正線啦。等嚟靜靜咗先，我而家最緊要就話喺呢度，如果佢喐嘅時間，我揾到佢啲靜靜啦。所以你一定係呢個係佢 man 嘅時間，你用嘅地方咧要快 man 出。即係佢通過 man 出，我打佢個快攻嘅意思。即係嗰個原理係我首先我要你好先首先我要。我要封就當你哋考試，你大家集中精神。如果話當對手想打 man， 通常佢嗌 man 唔嗌 man 唔嗌 man 啊，佢同佢打啊嘛，同佢打啊嘛。但係如果話真係死亡咗，如果話真係俾人打先，佢一打冇成日啦喺度打，你話考試當你阿 man 喺度嘅時間，你會覺得你自己會點講？你煲埋點樣打都要教。在這裡現在我當你們就在這裡不用入不用入你們看到嘛看到他出來嘛我為什麼要給他們遠遠看不夠時間打有時間打你不夠時間打為什麼你打不到我訂單嗎我不覺得我覺得我也好玩的東西當然跟你死我跟當如果聽不起你要動的時間你把叫他聲你把劍咪應該到啊！你個人應該到喎、啊，你要踢翻咩名到喎、啊？你仲喺度等緊喎、啊？係咯、嗯，我記呢個事啦。呢個我要求我踢翻。哦，你意思即係佢喐嗰陣時候，我先等翻佢就。所以成日我哋要練習嘅時間，通常佢都壞喺度。我都其實係包唔埋你，佢會出咩嘅？明唔明啊？呢踢翻咩名就算上面都係。如果係因為我喺度打場，如果喺度咁，就唔係咁，係嘛？或者如果我喺度想打佢，你就翻咩？即係剎那裏面，你所有你第一個步去喐，佢喐就先咧，佢就先啲先啦，明白？先啲先就係翻啦。但係佢頭先 appearance， 我都要攻佢，佢先出嚟。
先啦。不過喺呢個佢嚟㗎嘛。當你考試，你考試唔會去理嘅，你唔理由去嚟啦。OK 嗱，如果唔理邊個打先，你可以邊個做咗地方咧？邊個做第一，邊個做第二咯？你係你做一個地方咩？俾我聽，兩邊都得，邊個都得。OK， 阿朱。
样的人，咱们这帮人比我们这帮人比我们这帮人，比我们这帮人。这里是做咩的嘛？我们这帮人，我比我们这帮人，老表都比较多，老表都唔中嘅，但系呢个系咩地方咧？因为出事啦。好啦，而家我唔想练咁多啦，只系话斋企好之后，三个距离都系一边做地方咩 ？OK， 做老嘅 OK。